家好，我是滑浪風帆運動員陳希文。運動員經過長時間好艱辛的訓練，付出很多時間和汗水，所以堅持到底不輕易放棄是我們的信念。對抗乳癌就好比一場突如其來的比賽，所以要有堅持不放棄的精神，才不會被癌症打低。希望大家一起支持乳癌患者 Take a step 邁出一步，快点和朋友组队报名参加香港乳癌基金会举办的 Pink Together 与健同跃动2021线上筹款活动啦。